3月15日发行的日专 Hashtag Toys 4 出现了重大失误。经找日本粉丝刚发现 DVD Hashtag Toys 4 的 MV 里面呢， More and More 幕后花絮的成员单独焦点落到了子瑜。粉丝们对于子瑜镜头缺席感到非常奇怪，但是子瑜这个名字依然出现，但是粉丝们在哪里都看不到子瑜的片段。这可以让粉丝理解为 TWICE JAPAN 的一次重大失误哦，竟然漏到了子瑜。日本那边的产后粗心大意让粉丝们感到非常的不爽。现在国际粉丝因为 TWICE 日本商品的审查而流行一些标签团，子瑜在 Hashtag TWICE 4的 DVD 上缺席哦，不仅是粉丝，子瑜的母亲也感到非常生气，也在他个人推特页面发表声明，也重推了漏掉子瑜的片段附上的文案，非常傻眼，为何大公司竟然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，令人非常的不解。大家怎么看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